我好中意我份工，我系教师，但系经过十年政府削减教育拨款，更多学生读得好辛苦。我哋需要改变呢个情况，同学应享有更好嘅教育，班上少啲学生，更多一对一辅导时间，需要时得到额外嘅辅导。我哋嘅仔女唔可以投票拣佢哋需要嘅嘢，但系响五月我哋可以。这个选举等我们投票选择更好的学校。